别爱，我是叶景辰。五分钟过后，你的瑞国银行会多出5亿。戒色的男主角给我换人，换我。国际导演李艾将携手当红女星顾涼出席电影《戒色》的新闻发布会。顾涼出演的多部电影荣登国内票房第一，正式成为首位票房过100亿的国内女明星。顾涼，你还有脸出来？光头，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顾涼，你可真不要脸呐、啊！偷了我的歌，还在装疯卖傻。